首先，使用手机扫描 DM 上的 QR Code。扫描完成进入网页后，可以看到各种商品。点选网页中的连结，可以看到商品的详细资讯。点选下方的加入购物车，系统会储存下来，顾客可以继续选购其他物品。点选右上方的购物车，系统会显示购物车中的物品以及总金额。在下方输入顾客的手机与 PIN 码，系统即会将物品送至仓储车上。系统也可以接受多项物品的订单，并同时送到取货处。仓储车侦测到物品掉入后，会随着预设轨道前行，送到顾客所在地。到达取货处后，会停留数秒，让顾客拾取物品。之后仓储车会回到仓储中心，等待下一张订单。